突然想起来我要拿一下我的快递。就一个吗？哟，买过这个吗？你去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当，这到底是啥？看一下啊。我现在说到这个的表情，感觉就跟前几天综艺里面郑爽说到张涵的那只猪的那个。不吃力的零零七，玩归玩，那味道别拿蹦迪开玩笑。进去也能及时搞，给我往后笑一笑。缺少动作，必须跟我整计划。我变多么画个龙。哇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这里有个画个龙。这里胸口画个光，扶着左边右边摇摇头。食指指向窜天猴，指向闪亮的灯球。这是哪个宝宝送给我的呢？就是他啦，我好喜欢，好可爱哦。哇，这是最好的时代。哇，我抱着好舒服，嗯，我就可以抱着他睡觉啦。爱不释手。哦，好可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大姚会继续努力的，希望大家都跟大姚一样减肥成功哦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成功，但是我迟早会成功的，加油！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